菜吗？香菜尝一口吧。不吃快拿走。西兰花居然有反应，嘴唇都翘起来了。不是那味。南瓜一直用上嘴唇顶着南瓜还是不吃。大葱嘴唇不停地蹭葱叶闻味道。没有煎饼我可不吃。芹菜要不要？还以为是草反复闻。啥玩意儿还想忽悠。萝卜感觉今天状态跟平时不一样，对什么都好奇。真脆不错。熟玉米竟然张嘴就啃，这还是平时的汗血马吗？茄子吃一个吧。喝不溜秋的不吃。蘑菇啥玩意儿难闻。生菜一口接着一口吃的也太香了，快拿来吧你。包菜撅着鼻子不停的闻味道，看起来就不好吃。紫甘蓝这个好吃啊，你看这个颜色都好看。我才没那么笨呢。